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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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点。立马跑去这样子上步往上丢，你先试试看重量，你先感受一下，往上丢啊，好恐怖，真的拿了，很潇洒的拿，哦，不够力，这样还不够力，转三圈，很漂亮。你再靠近一点，上边丢，拉到，加速，放，就上去了。哦，你丢得很漂亮哎，还是你帮我丢。怎么把它化掉？让我帮你唱。好，让我帮你唱。我们都全拉背这样，一直背也不是办法。都行啊，都行啊，都行啊，这条的还行，来，我把 Q 的，我这哦，三个还有，三个还有，闪哦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哎呦，跑了啦，往这边跑哈，来这边，哎，荡秋千叫，他啪上去，好，哦，哎呦，我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好。我现在大声这样在震撼嘛，你往机器前面丢，等下机器会在我上面，对，然后我就丢机器，然后另外一水，对，好，好，在镜头前这样，没关系，会成功的。我明天右手应该举得起来吧？明天没有要干嘛吧？明天右手要彩蛋呢，要越南当吗？头头头头头，你的头，你的头。跟你们说，最近我迷上了一部新的戏。什么剧？推荐一下啊！还是60周年的台庆大戏《美丽人生》。我知道，里面的演员超会演的。对，我还知道有个频道专门的独家花絮。什么频道？就是这个欧巴 news。哇，里面所有频道里头《美丽人生》的精彩花絮一目了然，超有趣的。太好了，真的耶！追踪欧巴，想看独家。拍手了！哦，有啊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来这个，来这个。刚刚那个术后应该不放伤了。手还好吗？目前还好，要等明天睡醒才知道。我拍这部戏最常的是每天隔天睡醒，然后问我助理说：“我昨天干嘛？”这里痛，那里痛，怎么痛？啊，不是怎么痛，哪里痛？我昨天干嘛？我昨天摔椅子，我脖子起盆烫，昨天昏倒。每一天嘞，大家破声甲吹咯，神女那欢喜哦，你要听下伊就唱啥啦。哇，你这是怎样做保养？你是哪里？你是那边。来，婆下去了。